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秀房评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呢，是一套湖边的一套样板间。这个房子的价格是在33万美金左右的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板间的加装并不是非常多，所以做成这个样板间一样的话，也差不多就在33至35万美金这个区间就是可以的。为什么这个价位不是很贵呢？也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关系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位于休斯顿的北 Katy。北 Katy 的学区是不如南 Katy 好的，所以这边的学区并不是非常好，是 B 类的学校。地税有一点高，3.65%的地税，所以这个地方的环境还不错，但是从这两方面来讲的话，确实有一点是它的减分项目。当然了，房价确实不是很高，现在在很多其他的比较完善的区域当中呢，像这种的湖景房的价位在40、50多万都非常正常。如果是在南 Katy 的话，像这样的湖景房就60、70万都可能买不到很好的。所以说价位确实是它的一个优势，但是其他的缺点也确实是事实存在的。如果您觉得这种社区也非常好的话呢，欢迎加微信关注我微博联系我们，我们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房源信息之类的，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参考。好了，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。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，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，我们现在看房子咯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是车库的位置，它只是做成了办公室，实际上是车库。然后前面有一个 patio， 这种前门有 patio 的感觉还是不错的。户型应该来说还是蛮讨喜的，但是整个社区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棒，但是景观性独一无二。我们一进门，看到一个楼梯，左手边就是漂亮的书房。右手边，这里就是车库的位置。洗衣房，洗衣房开了窗户，楼梯的感觉是这样的。整个社区呢，环境是很好的。一进来就是这样的高挑的客厅，湖景没得说，很漂亮，当然是中心的位置是最漂亮的。厨房，很漂亮景观的一个餐厅，外面的院子更是美，特别是如果你买的正好是中心位置的话，那就真的太美了。但是这个房子学区并不是很好，因为这个房子位于休斯顿 Katy 北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北 Katy。 北 Katy 的学区是没有南 Katy 好的，通常我们所说的比较好的学区都是南 Katy 的学区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也不能说这个社区非常的棒，但是如果您对学区没有要求，那它的环境还是很好的。样板间的升级并不是非常的多，厨房都是用的不用再加钱的一个设计。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客人用的洗手间，你看他客人用的洗手间所有的浴盆全都是很普通的那种，然后只是把客人用的洗手间的墙画了一个彩绘，所以整体样板间没有非常多的升级。一进来呢，这间就是主卧，主卧是有一个飘窗，飘窗是一个加装项目，飘窗外面也看到这漂亮的这个外景。再往里走呢，就是洗手间，像看这种洗手间，我们在无数的房子当中都看过类似的感觉。所以它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一个户型，你看洗手间的大理石台面也不是那种加装非常好的，然后这个橱柜也不是加装需要花很多钱的，包括它的浴缸，然后 shower 淋浴间这边也都是用的很一般的这种材料。所以说样板间的加装并不是很多，几乎你买到的房子跟样板间会是差不多的。然后衣帽间，衣帽间是比较长的这种，所以还是很实用的，挂钩很多，这样子。房子的景观很好，户型设计合理，
价位算是适中，但是地税比较高，3.66%的税率，学区也不是很好，这两点是让我觉得，可能有点不尽人意的地方。我们现在上楼看一下。一上楼之后呢，分左右两边，我们先去右边。右边是一个卧室，你看这个卧室它也非常好的开了窗户，在湖的这一面，正好样板间处于一个湖的很中心的位置，所以看出去的感觉就是很哇塞。然后呢，出来之后，这边是个洗手间。然后当然了，这个房间也可以在这儿开一个门，这样的话房间里面就直接可以来洗手间，洗手间太小了，我有点转晕了。然后洗手间的旁边就是一个 game room。我们现在去另外一面，这一面呢分两边，分别是有一个卧室，这个卧室把它做成了一个陈列室了，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卧室，然后是两间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，所以是一样的洗手台，一人一个，然后淋浴间和马桶，然后再往里外走就是另外一个洗手台，到了另外一个卧室。整体来看非常好的利用了这个湖的景观，因为有四个卧室，其中三个卧室都能看到湖，并且客厅餐厅都能看到湖，这种户型上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。但是社区的这个地税和学区不是很好，这一点算是缺点吧。如果您这个房子是用作养老房的话，那您的地税，65岁以上的老人是可以享受大概是40% off， 也就是打6折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去漂亮的院子看看。院子是很好看，湖景非常好，没毛病。你还可以弄一个小船在这个湖里划船，你看有些搬过来的邻居就会弄一个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样板间，好了，现在让我们再从位置上来分析一下这个社区的地，这个所在的地理位置还有周边的一些感觉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社区在休斯顿的位置。我们要看的这个社区呢，在休斯顿的北 Katy 的这个位置。为什么叫北 Katy 呢？因为以十号公路为一个界限来看的话，我们现在看到这条公路就有十号公路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社区呢就在十号公路的北边，所以这叫北 Katy。 社区正好在十号公路和99号高速公路的一个交叉口的位置，就在这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来介绍的这个社区。我们来卫星云图上看一下这个社区的整体的感觉，就是这样的，有湖有景，就是这样子一个感觉。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社区到各个地方的位置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它到这个亚洲城的位置，也就是有中国超市有中国餐馆的亚洲城，这个非常近，差不多也就是10分钟的样子，所以这个位置上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，10分钟到亚洲城。可是这个房子周围的开发不是非常的完善，所以您都看到它周围的小区还都在建设中。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到 Costco 的这种地方是什么样的距离啊？我们看一下它到 Katy 的 Costco 就12分钟的样子，就到我们经常买东西的这些商场了。那如果 Katy Mill 的话也很近，因为 Costco 和 Katy Mill 是挨在一起的，
所以到 Kitty Mill 的距离也基本上也就是十几分钟。然后我这个地方设置了个蜻蜓，我可以把它关掉，就差不多是14分钟的样子就能到 Kitty Mill 这种大的商场。我们现在还可以看一下，如果这个房子它周边的一些情况，你看在谷歌的图上来看得到，整个房子的情况就是周边好多新建的房屋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各种医院的距离，比如说现在我点到的这些医院啊，在旁边呢就是德州的妇女儿童医院，它是西边的一个院区，到这个的距离呢也非常近，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样子。所以，这个设置的有点错误哈，我们现在把它设置成小区的位置。我们设置成整个小区的位置。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到这个医院的位置也基本上就是15分钟左右，就是一个待开发的一个区域，但是它整体的区位的位置是挺不错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去休顿的中国城到底是有多远。我们看一下 Chinatown 到这个我们所介绍的这个社区，那它差不多就是在30多分钟的样子就到中国城。你可以选择走10号公路。或者是走这个 West Park 另外一条高速公路都可以到中国城。如果说看看这个地方到市中心，如果是到市中心的购物中心 Uptown 的话，它的位置也基本上就是30几分钟的样子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但是我视频中也提到了，周围的房价并不是非常高啊，社区周围还有很多地方是待开发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